我们先不要讲政治，可不可以用专业来告诉我为什么三立的人这么棒，还是说你们只请得到三立的人？跟委员报告，陈雅玲来到新闻台的时候她不是三立 OK。 那之前呢？这些人像这个蓝怡珍之前呢？之前呢？这一电视啊，我说陈雅玲之前呢？更早的 TVBS 啊。所以媒体界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，所以你委员用这种方式来讲，就叫做政治思考。哦，不是，你啊，三立有什么不好？三立有什么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三立，你为什么说三立就是？三立，我刚跟你说，我们不要办政治化，你请用专业来。就是因为你用政治化嘛。刚刚跟你讲，你说陈雅玲就不是来自那个三立嘛。对，因为他是三立到一电视，那我们知道一电视最近也出了很多问题。哎，所以不喜欢你们的，你就说他不应该，你就给他贴标签嘛，你就给他贴标签嘛。